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玩具秀。今天，佩奇和乔治一起拿着滑板出去玩。第一个是佩奇，他将滑板滑了出去，还花式在原地转了两圈，然后继续滑。乔治就一直跟在他的身后。过了一会儿，轮到乔治滑了。他也和佩奇一样花式滑了两圈。他们两个都非常的开心。正在这时，猪爸爸来了，他看佩奇乔治玩得很开心，他也想试试。佩奇和乔治把滑板给了爸爸，猪爸爸便踩着滑板就滑出去了。他不知道怎么控制速度，结果他撞在了狗爷爷的冰激凌车上。